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。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聊这个科尼塞特的大外包吧。因为上一次抽完 FB 之后，就有一些朋友说也希望我聊聊科尼塞特。相比于 FD 来说，我觉得科尼塞特升级算是有感。那不过有个东西要注意的就是，你如果要玩科尼塞特的大外包的话，我建议啦，就是你的镜头呢，你的视角呢，最好要开远的，不然就会像这个影片中的画面，会非常的黑，大概是这一点会要特别注意。我觉得它的过弯稳定性呢也有好很多，但毕竟它还是科尼，所以它还是一个狂暴的东西，大家就小心一点。那我也在这边分享一下我的底盘调教，那大家也可以回去试试看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啦，所以有什么想分享或感受的，也可以再回馈跟我说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就按个订阅，按个喜欢，帮我分享出去。那今天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Bye.